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10月8号礼拜二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到好运星座有天蝎座，在今天开会非常的顺利，有业务推广呢能够获得好评。双子座的朋友呢，今天贵人帮助我，左右逢源，业绩一马当先。摩羯座的朋友今天啊心情愉快，人财两得，而且喜上眉梢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天秤座的朋友面临到职场的不顺利哦，有一点感觉到被排挤。金牛座的朋友呢是爱上已婚的人了，小心这是孽缘哦。那么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2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绿色数字5，风象星座请你用咖啡色数字6，水象星座请你用迷彩的颜色数字4。